아프니까. 어, 당신 신기다. 是哪个这儿？ 就是我们每天都需要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在平凡当中去创造浪漫。要把凉鞋，把凉鞋。用音乐最简单、简简单单去感受各种各样的色彩和浪漫的感觉，就在 FM 九四六暖暖的冬日之下，我相信有音乐的陪伴，你的心情会 更加的爽朗。我是 Melody， 欢迎继续来到经典也流行。据了解，一条有关于美国的消息。那最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，美国这个吉亚州夫妇，一个叫做这个塔里克萨拉西的和妻子米夏埃尔，他们呢因为夜闯奥巴马白宫国宴蹭饭，而成为了全美的焦点人物。一时间呢，美国各大媒体都争得夺冠。 不过呢，蹭饭夫妻啊，果然不是省油的灯，两人眼下一点都不着急的去接受媒体采访，而且呢，还是耐着性子坐地起价，要价数十万美元，都受起了他们的采访权，真是很厉害了。
剪过这种发型没有？有没有剪过这个发型？以前小时候4岁的时候剪过。四岁。前无有就是个，现在。你的漂亮是红的，嗯，包包都不难看，包包都不难看，就是不得。这个蛮可以的。我三观应该下不去，你就看得清楚的那个。我想在今天下午这样的一个美丽时光当中，最不能够缺少的音乐风格就是这样的 Bossa Nova， 也是这样的一首歌给了我们放松和充实自己的理由。小野丽莎的音乐永远都会是那么的优美动人，像这首歌《Jambalaya》，它是来自她2001年。